One, two, 两个 row. One, two, body overhead. 过完榜吃多啲，听日代阿俊打井就围。啱啊，等阿俊醒翻啊，同你再食多餐，到时同你庆功。庆功添啊，即系你当我赢紧噶咯。我系你 trainer， 你而家咩状态会唔知咩？哦，即系你依家突然兜个圈，赞埋自己啊，咁样 OK。真心啊，呢三个月我真系要写个福字俾你。点啊？两兄弟讲呢啲嘢？你唔止操得翻起啊，仲 fit 过以前。你有冇信心可以排到三 round？ 喂，你知噶，井州人唔会少去打超过三 round。所以第四 round 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咯。好啦，我当我真系好似你讲到咁劲啦，挨得到三 round。我睇过佢比赛，佢心理质素好好，就算过到第四 round， 我都系 adjust。所以一定要喺第四 round KO 佢。K.O. 井澤宏，你太睇得起我啊，馬東。唔係冇機會噶，係睇個 headshot。我留意到你每次打 headshot 都有猶豫，究竟係你有傷啊，定係有心理障礙啊？心理障礙。咁點解你仲上擂台啊？咁我問你啊，全香港咁多拳手。有邊個有資格同井州人打？兩個，我同你，你唔打得啊嘛，那我打咯，得噶啦，你要幫我就幫曬啦，其他嘅嘢咪等我喺擂台度做咯 ，headshot 啦嘛，係。大師兄。多謝你信我，我都信你，一定得。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